我们之后还会有 d k 赛制的。你在熙还有机会吗？近期刀郎新发布的一首新歌《罗刹海市》掀起了一波热浪，再次把《中国好声音》节目送上热搜。《中国好声音》2023的开播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热潮。这场在华夏大地上狂热的歌唱比赛。 曾经是各路音乐新人崭露头角的地方，然而现在的他却显得不同寻常。有关节目组及导师们的疑云密布，使得这个曾经威望满满的选秀节目备受质疑。而最新的一首批判之歌，更是直指其痛处，令人深思。自曝光以来，《中国好声音》让许多音乐人的梦想得以实现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节目初衷似乎被忽视，人们开始疑惑其公平公正的宗旨是否已经被忽视。 随着最新一季《好声音》二零二三的开播，这种疑虑变得更加明显。本届好声音》从开播伊始就似乎满是戏剧性，富有经验的导师们如周华健在表演中的动作笨拙，看起来就像是在出戏；而刘宪华和薛之谦的合作似乎又过于熟练，如在表演一出戏。那些原本被期待能够公平公正指导选手的老导师们，现在似乎更像是在玩综艺游戏。在此背景下， 音乐人刀郎的新歌成为了人们探寻真相的新线索。他的歌曲如利刃直指心灵，无情地揭示了节目的痛处。不仅如此，据称每次转椅子就可以得到高达五十万的报酬，这种做法进一步引发了公众对节目操纵现象的质疑。虽然导师们试图为自己辩解，但刀郎的歌曲和他对节目中问题的指出，让这些辩解显得苍白无力。最终，这部新歌甚至导致了节目组连夜修改规则。 进一步证实了这些质疑的有效性。刘欢在退出节目后指出，节目其实都是事先拟定的剧本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公平竞争。李玟也怒斥节目中的操作，这些事件揭示出选手们只是这场大戏中的角色之一，导师们表演的配合，甚至选手的晋级淘汰都是剧本安排好的。选手们的处境也引发了公众的关注。李玟和姚贝娜相继离世的消息。 使公众对节目组的愤怒达到了顶峰，人们开始怀疑节目组是否在玩弄选手的命运。如果节目组不能解决这些问题，那么、啊《中国好声音》也许会因舆论压力而步入尴尬的境地。音乐界的人士开始公开批评这个节目。刀郎的新歌挖苦了导师们的行为，也引发了电影频道对其作品的持续播放，表达出对现实的讽刺的支持。刀郎的新歌引起了广大的共鸣。 节目组立即改变了游戏规则，这足以证明他们内心的恐慌以及对公众声音的无力抵挡。现在，他们想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已经很难，因为文化界的人已经看清了他们背后的真实面目。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的行为也已经暴露在公众视线之下。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，我们相信真相终将胜出，道的终将战胜邪恶。